抽他，抽他，对，抽是他，抽他大嘴巴子，对，抽他，抽他，哎呀，你是真没劲，抽他呀，抽他大嘴巴，他把我霸王龙打死了，你要点脸不你？哎，别，我去，我不去了，哎呦我去，这是三角龙吗，小伙伴们？你这，妈呀，我还打不了他了，咋整啊？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飞起来！你个蠢货，我去的！没看出来呀，你这么厉害吗？要不我给你认领了吧？他不会打我吧？哎呦我去的，他就要弄死我！你是人了你？他本来不是人，这咋整啊？哎呦我去！快，孔飞你别死了，攻击我的目标！我的孔飞呢？我的小飞飞！我的孔飞，我送回家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是什么局势啊？我现在用遥控器把我的孔飞给送到了终端去，然后他把我刚训的1000多级的霸王龙给干死了，是这意思吧？然后我现在我打不过他，我戳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小飞快干死他，小飞你不行了，小飞你快起来，小飞我去的，你这抽他一下，给他抽迷我，抽迷揍他，小飞快起来，小飞你不行，小飞你打不过他，哎我的妈，1600不是你这1000多级你长白长的、哦，哎呀我去的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打又打不死，哎呦哎呦，小飞快起来，小飞，我小飞呀、啊、我这血都给你加不过来，小飞你太废了，小飞呀、啊、我把什么熊给搞过来啊，我看那个熊能不能干过他，我的大眼翼龙好像也死了，小伙伴们，我的大眼翼龙600多级那个，我的，非得打他，他把我包吞了，你说我非得打他干啥？哎呦我去，小飞啊，你还能干点啥？我去的，我真是我嘴里的，我太欺负人了。熊啊，你打他，你别打我，打他。哎呦我去，哎呦他把熊都干死了，我的妈，我的个老天！不是讲点理不啊，天哪，还有天理吗？我去的，太欺负人了。